这就是刚刚去参加那个，不给绿巨丢导弹的那个纪念品，是一个碗。我们来仔细看这个碗，松烟森林公园。啊，这边是国父纪念馆。 往西是什么？中华电视公司。监管写什么？看不清楚。往北。 松山文化园区，这是原文化园区里面建筑物，台北机场，关键是台北机场，往北边看，这就是这个碗，它旁边还有东西，你看一下，那个是台湾地图，这边是写丑蛋。